请掀开经本第十一面第一行，第十一面第一行，其名曰普贤菩萨摩诃萨，普德最深灯光照菩萨摩诃萨，普光狮子闯菩萨摩诃萨，普宝焰妙光菩萨摩诃萨，普音功德海闯菩萨摩诃萨，普智光照如来境菩萨摩诃萨，普宝集花闯菩萨摩诃萨，普觉月一身菩萨摩诃萨，普清净无尽佛光菩萨摩诃萨，普光明相菩萨摩诃萨。到这里是一小段，这个世尊菩萨是同名，这个世普。我们先看这一段。前一次跟诸位提到诸佛菩萨的名号都是随缘建立的，佛菩萨没有名号，不但没有名号，连身相都没有，他的身相也是随缘变现的，正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应以什么样的名号能利益众生，他就建立什么样的名号。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他那个名号是随便建立的，不是有个什么一定这个意义想怎么样建立，不是的，都是随着众生。这个名号里面就是度众生的一种方法，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譬如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何尝有相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应化，这个世间的人妄想分别执着很重，总认为一个人呢要能有32相80种好这个人叫大贵人那世间人嘛，有这么个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佛就示现32相80种好，满世间人的愿望世间人一见到这个，这真的是大贵人出现了稀有难逢所以这个相是这么建立的。名号也是如此，名号必然是就正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众生这个最严重的业习病根。那么佛看到这个世间的众生习气很重烦恼很多，这是六道轮回恶道根本的原因。佛要用名号的方法来对治，所以就观察了所有烦恼习气里面
第一个是对人没有慈悲心，都犯了自私自利的过失。世间人讲自私自利，这是迷惑颠倒啊！自私决定得不到自利啊，正如同是损人决定不可能利己。那怎样才能得到自利呢？利他才能得到自利。这是一定的道理，真实的道理，这个世间人知道很少啊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，这个阎浮提众生，娑婆世界的六道凡夫，迷惑颠倒。佛讲的是事实。啊，确实如此。因为没有慈悲心，所以佛的名号上就要用释迦。释迦是梵语，古印度话，它的意思就是能够仁慈，对待人能仁慈，所以翻作能仁。你看这名号意思多好啊！我们一念释迦牟尼佛，念到释迦就要想到我们处世待人接物啊，要仁慈啊。仁慈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要真正存心关怀别人啊，爱护大众，全心全力协助一切众生，这个就是释迦的意思。我们念这个名号就没有白念了。摩尼这两个字是极乐的意思，佛看到了这个世间的人心很不清净，所以名号里的用摩尼。那么摩尼的意思就是清净心，对自己心要清净，对别人要仁慈，名号是这么个意思。这名号治病的，我们念南无本师，南无是皈依礼敬，本师是我们根本的老师。这根本的老师是什么呢？是仁慈，是清净。说老实话，释迦牟尼佛也并不是希望你天天念着他了，念着他，他听得耳朵都发痒啊，那还能受得了吗？你要懂这个意思啊，天天念仁慈，天天念清净，一定要把自己仁慈的心念出来，把自己清净心念出来，这也叫真正念佛啊。所以我们懂得这个意思，由此可知佛菩萨建立的名号，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功德在哪里？把自己真心本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给念出来，能人寂寞是我们自性里面的性德，不是外面来的，我们现在忘掉了，忘失了。佛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常常一念啊，一佛念佛，这个佛是自性佛，不是外面的佛啊。大家修净土常常听到自性弥陀，
唯心净土。那释迦牟尼佛又何尝不是自信释迦呢？要懂这个道理啊。念观音菩萨自信观音啊。我们这样的念佛就没有白念，这样念佛真正得利了。所以诸佛菩萨名号千差万别，都是以智慧，以他的行德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的，完全是对治凡夫的烦恼习气愚痴。名号从这里建立，所以清凉讲的这名号叫随意别标啊，就是随便建立的。但是它有原则，不是我们凡夫这个随便，它是方便建立。正是所谓善巧方便到了极处啊。经上说，学生坚固的菩提心一定是从老师那个地方学得来的，老师是学生的正上缘，学生迷的时候没悟啊，老师以种种善巧方便帮助他开悟，教导他修学，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劝他发菩提心，要告诉他什么叫做菩提心。菩提心是修学大乘的根本，我们在前面如来果地上的十种身，第一种菩提身，菩提身从哪里来的？从菩提心来的。你如果真正发了菩提心，这个身呢，就是菩提身了。境随心转，相随心转，这个身，那怎么不是菩提身呢？佛的身是菩提身，我们这个身呢也能转成菩提身。一定要得老师详细的开导，细心指导我们修行。修行实在讲就是生活啊，把我们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错误修正过来，叫做修行。凡夫的生活哪有没有过失的？一定有的吧。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太深了，不知不觉了，在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，它就起现行，现行它就起作用啊，烦恼习气起作用啊，起这个作用很可怕啊，这个作用叫造轮回业啊。诸位要晓得，烦恼习气是轮回心啊，起作用的时候造轮回业，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？
轮回业里面必然是恶业多善业少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变现出来的果报我们在三途的时间就长，三善道的时间短了。这佛在经上讲啊，六道众生是以三恶道为故乡，是你的家乡，你在家乡住的时间长啊，你现在到人天两道来啊，是观光旅游啊，时间很短啊。佛这个比喻